两只狗。今天呢？哦，饭店大哦。没有。超级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乐群，今天带大家来这个金鸡湖。那我们今天钓一个非常特别的鱼，叫做红泥螺。多特别呢？大家一般看到的这个无锅鱼啊，他们也俗称叫泥螺鱼嘛，它是黑色的。但我们今天钓的是红色的，有颜色的。然后听说金鸡湖在昨天放了5700斤的红泥螺，哇！今天想必应该要拉到手软嘛，凭我这个天才系小钓手的名号，对不对？共估是日常，但今天应该是不会共估了吧？那就赶快来钓钓看吧。而且重点来了，我们今天重金礼聘到钓鲤40多年的老手，我们请他进来。钓鲤40年就是乐怕，好不好？这个大家好，他其实是第一次上镜头，所以那比较严肃一点。那你今天有什么特别的对策吗？就用不错的钓法吧。哦。以不变应万变，今天来钓鱼有一个特别的意义。我不知道大家一开始接触到钓鱼的时候都是什么契机接触到钓鱼，有可能是因为朋友带你去，或是因为家人带你去。那我自己啊，这是以前我爸喜欢钓鱼嘛，那我就跟着去。他小时候你知道也不可能让你拿鱼竿啊，所以你只能捞鱼的份。然后我们现在颠倒过来，以前都是我爸带我去钓鱼，现在不一样，现在都是没有那以前那个钓、你要进来讲，以前钓竿都是他。但是偷偷就被他拿过去了，在海钓场的时候就被他拿过去，就接手了。我发现他很有做 YouTuber 的天分哎，就是现在颠倒过来了。你会吗？会长大吗？对，以前他的手都是偷偷就伸过来，就把我鱼竿接过去。反正现在颠倒过来，我们现在走一个温馨路线。现在都是我有时候想钓鱼的时候，我会找他，因为你知道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热情不在，但需要靠我们帮他点燃。对。那我们今天就特别带我爸出来重温这个旧梦，就是尽一点孝心。因为现在网络世界比较发达，我说哪一只很咬啊，可以拉爽爽啊，赶快带你出来爽一下，赶快去传给西喽，拜拜。各位观众，我现在在设定我钓鱼的区域，你们看那边，这是整套的，整套全套好用的都要给自己的爸爸，然后我们就是去搬石头。去搬砖头，好粗，差不多啊。有水。好忙哦，然后钓池钓装备就是比较多，前置作业会比较繁琐一点。为了等一下拉爽爽的时刻。OK， 我们今天的钓组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是15尺的钓竿，然后这个钓性是中硬的钓性，对，因为想要今天的鱼都偏大嘛。那今天准备的这个线组呢，我们母线头类的2号线当做母线的部分，然后子线的话，我们用的是这个，好，这个R18的1.5号当做子线，因为我平常钓鹿也还是比较多啦，所以我比较懒，就没有特别去买福寿专用的线或这种池钓专用的线，所以我都用鹿亚我觉得强度够高的线来当做今天的组合。今天的钩子的话用的是算比较中间的大小，平常对钓池钓的钩子就是钻研的还没这么深，那希望大家如果看到这个影片的话，也可以再跟我说一下以后这些东西应该怎么选择会比较好。今天用的是这个4号，今天用的钩子是4号钩，那我们就开始组装我们的钓组吧。来个鱼池啊，不要认真钓鱼，唔紧宽加丝，搁底下扶手皮啊。OK， 现在简单跟大家讲一下，大概钓福寿、钓池钓的时候啊，这水深怎么量？一般传统大家可能都直接勾比较重的饵下去看看说，沉到底了，它浮标的位置怎么样？但是现在比较聪明啊，现在就有这个钓虾的水深棒，对，然后我们就把它挂在你两门钩子的上钩，挂在上钩，好，夹住了嘛。好，那我们就丢下水。哎呦！那我把它放松，沉到底。哦，大概只露出一点点。
好，就是大概现在到底的深度，然后把它拿起来，调整浮标到自己想钓的位置。我今天大概想钓个四目五目那边吧。哦，这一出去一点，深度就变很深哎，所以我们要大概知道这个你钓的区域它的深度状况是怎么样。中鱼了，中鱼了，中鱼了！完蛋了，多大只！不会中每一只都要站起来拉吧？这样好。有点近，黑的哦，黑的，对对对，那干早像断掉一样，跟早像断掉一样，抓到了，哇，好大。好大！哇！我拿起来跟我这个脚，你看我的脚跟这个超大，这应该有真的有个四五斤大哦。太阳不爽，哇，超级大！今天第一条，然后放回去。哎呦，他像晒了，挂上去。哦，好咬啊，好咬啊，好咬啊！我。锻炼它哦，红泥螺，红泥螺，哎、欸，捞好了，哎呀，扁身的鱼子完全通通无溜溜不一样，怎么牵不倒啊？哎，好喧嚣啊！你那从东边冲到西边，再从西边冲回东边，很早。今天这样，红泥螺很漂亮哎。换车子下来，还好。乱掉了，整组都去了。哇，这么久没有来金鸡湖，老板请我喝饮料。我真的超久没有来这里了，他还记得我，觉得有点开心。耶、yeah ！哇，你啊，好，哎呦，哎呦，还回得来。哎哎哦哦，刚才早都掉了。哦，刚才早都掉了。哦哦哦。
鱼啦，哦，感觉好像断掉一样。也行，还是比较小啊。哦，没有哎、欸。刚刚碰到都很凶啊，怎么这次凶不起来？有一个凶啊。超级大活泼鱼，这应该有个三四斤吧。哦，红色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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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这个红色蛮大的。好，我觉得今天虽败犹荣，虽然一个被屌打。